韩国炸酱面送上桌，阿涅塞欧白色面条漂浮半空，黑筷子仿佛隐形之手在操控。淋上炸酱也不倒，在网络造成一股旋风，就飘起来很酷，粘着还怎么样，要就会看它是怎么用的。热乎乎炸酱面，拿起手机正着拍，换个 pose 再一张。民众不约而同先来个完美照，才动口。超酷漂浮面是店家秘密，不过有民众解密，坐骑减100。 将透明吸管剪一半，借将吸管左右各剪一个平行圆洞，把筷子合并塞进洞里，吸管便支架插进下面水梨，铺上面条飞天筷子简单完工。还有一招飞天叉，实际来挑战。大盘子摆上切好水梨，接着拿出大叉子，将两只吃蛋糕用的透明叉塞进左右两边，插进水梨固定。万事俱备，只欠面条，把面条盖好盖满，挡住透明小叉子，就完成吸金飞天面。简单几招，吸引目光，变身完美网帅打卡小魔法，让食物变出新玩法。三十分台新闻联播台北报道。